紧急公告，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1月9日，请大家务必要赶快订阅末世先锋的 Rumble 账号 K4J。目前 Amazon 已经发出消息，今天已经把 Parler 的服务器下架，所以为了防御接下来末世先锋的 YouTube 频道被封杀无法更新，我们将会转移 Rumble 的账号继续发声，请大家务必马上行动，我们将会把 K4J Rumble 的账号放在下面，点击链接订阅账号。